这么大雨咋设地笼啊？它会，它雨是一阵一阵的，它等会儿就下，它等会儿就停那儿。它一阵一阵的。哥，你怎么头疼了？你看我眼睛都肿了，看到没有？我也头也疼，我心也疼，我哪腿也疼，我哪哪哪都疼，真的，上面下面都疼，就没有一处不疼的，除了心不疼。你们这大太阳。头疼找个人给你按一下就不疼了。二百零。小八七。哎，这雨是没完没了。也是哈，去死角按按吧。对呀、啊，按一按，你不就舒服了吗？一舒服，人逢喜事精神爽。其实，这么早没开门？你不是女朋友很多吗？让女朋友给你按不是更好吗？女朋友随叫随到。没女朋友。在努力的找寻中，你需要什么样的女朋友？我帮你介绍一下，形容一下，什么样的性格，什么样的长相，什么样的身材，什么样的，是凭感觉，还是凭？我帮你谋划一下。对啊，啥样的？比如大大大，比如平平平，比如 A。比如 CCC， 身材比你好，我身材啥样的？我丢，比我身材好的那就是杆儿啦。人比你漂亮，我丢，人比我漂亮那就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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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就是。像水牛这样的可以吗？像水牛这样的，我来车了。跟你让车，我车掉下去了。哎，没事啊，我地老二咱车的，你们吧。卡卡到了，是你卡到了吧？
我有慌啥吗？妈的，你们买了？好，麻烦了。梯子上不上来？上的了，应该可以不？要嘞。车，我要倒档了，车掉下去了。我理你啊，别人不理你，我理你啊。弄什么路啊，把自己车扔下去了，没用蹬了大车啊，就是那个车胎都磨冒烟了，我天哪，车胎不能磨的，都磨平了，你看一会儿向前冲真的掉沟里了。你看上了人家不聊，你看上你的你不理人家啊，什么哇天啊，把我的胎都磨平了，啥鸟儿轮胎不要了，啥轮胎不要了，真磨平了，我天啊，看擦平了都，还冒烟呢，我说怎么这么冷，喂我2000，我飞过来帮我飞过来帮你拉上来，行可以马上，微信加了，火箭枪威啊！我教你在后面压几个大石头就出来了。火箭枪威啊，昊天大神哥，昊天哥，你又开伯爵子了。喂，快把我微信加了，欢迎老公，博哥好，掐微掐微，赶紧的哥啊，昊天哥，好久没看到你了，看我的牛，给他拉上来，烦人真的是，我来拉。
搞不动怎么办？我搞不动，你抬都抬上来了，说实话，还没有解别扒拉，抬不动呀、啊，好重。看看，这就是所谓拧不瓶盖，所谓拧不开瓶盖的女人吗？人家能抬车，你等着昊天哥，我给你抬抬，看不起谁啊？呀！呀！啊！昊天哥，好像不行了，昊天哥。又回到最初的起点，呆呆的站在镜子前，笨拙欣赏红色领带的结。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，穿上一身帅气西装，等会看见你一定想象美。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，回到教室座位前后，故意讨你温柔的骂。我想踹一脚把它踹上来。哎呦，我这给人家让车啊，我给人家让车啊，上到哪儿了？这儿，我给他让车，我就开下去了。哎，不是来了一辆面包车吗？嗯，你们快教教我怎么弄呀，哥哥！这个石头啊，定哪个位置啊？这里有个坎儿下去了，都把前轮挪出凹槽就出来了。但是这里有，这里是石，这里有石头，就是这里是岸，这里是下面。对面水沟，电后轮受力啊？怎么电啊？轮胎刚都磨没了，弹后轮慢慢移。你看都磨没了，刚刚。刹车松住，刹车松了，刹车肯定松了，倒车倒不动，直接退沟里去，胎都磨没了。沙雕垫石头啊，你这样没弄垫哪儿啊？抬抬不动，也没路人过，砸了吧？抬后面往路中间移。垫石头，胎磨坏了，你车胎要报废啊。后轮垫东西增加阻力啊，那去找石头是吗？哇，车胎都磨没了，一股臭味。你能干啥？我能生个大胖小子哎。
砖头，这个石头行吗？这个呢？这个垫石头不起作用了，没有支撑点，因为前轮也在里面，所以把前轮抬起来。这个呢？雨来了，雨来了，哇，好大的雨，赶紧跑！哎呀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雨来了，不是吧？咦，咦，这么大的雨，哎，湿完了，看看。我丢嘞，太牛，真的是，失身了，我失身了，我丢啊，这么大的雨，还打雷。吃完了，你真会开车啊！是来了辆面包车，这路太窄了，我给面包车让路，然后就自己掉下去了。这边上就是猴哥，感觉要翻了，打电话给收废品卖了，感觉要翻车的感觉，就翻到沟里去了。也就在这儿播一天。别人走了，你停个吊车啊？你不是开吊车的吗？这个电话台。吃光了，我大姨妈来了，完了下半身也湿了，哎呀，哎呀，你再拖时间，加上你坐上去，轮胎陷更深，可能快翻了。放歌了，我听到这歌我要吐血了。我摇水呀，啥也没有，啥也没有。哈哈哈。别打雷啊，下雨就下雨，别打雷啊，烦死了。今天叫水牛董直播的，我是来收地龙的，巴大哥，我是来收地龙的。
这鱼等一下就翻了，泥土都冲散了就要翻了。我是来收地龙的，别打雷，等会儿被劈死了。这个树上，妈呀！你还往线的那边坐呀，我不是给它开下来吗，我就这样，然后我就想开下来，反正回不去可以顺便洗个澡了。我大姨妈来了，不能淋雨。大姨妈来了是不是你，乖女人一来，然后就会有到了更年期一样的，然后哪都不好，一不好我挑门都不去。吃完了真的，我天，你看裤子全湿，这可咋整啊，我的屁都没地方落脚了。谢谢朵哥的朵哥，感谢朵哥。谢谢朵哥，朵哥好。不行，反正都湿了。哇天，这雨哗啦哗啦的，我天，翻车了吧，我的天啊，这雨不真的是暴雨啊，暴雨。我天啊，这是地球上的某一个地方。买二手那辆面包车没钱，没有人，这里没有，很少有人来，对不对？基本没人。不是这雨停了呀，没钱是吧？房管给他开个超级啊！欢迎欧拉，欧拉好。微信摇摇附近的人啊，试一下。39在不在家里？打雷了。我这辈子没做过坏事，我不会遭雷劈吧？
300多公里咋样啊？咋样啊？600多公里，许卖包材，许卖包装材料，我弟儿嘞，是我，这是谁？600多公里啊！800里假期，赶紧来吧，哥，快来，红昌。闪电！我天，这人真的是，倒不对，倒霉喝凉水都塞牙，烦死了！不玩，君君，我要死了！谢谢我俊俊的汽水。哎呀，怎么办呀？你要后轮胎的土弄低点儿，做个坡度，不然你一个人上不来的。你要后胎的，我回去我身上就湿光了。真不能淋雨，最近身体不太好。真要注意了，腿又疼，不，这不能受凉，腿也不能受凉，真不能打湿。保持好现状，你少了在路上的人帮你。干，我爱。真的是地龙也被雨淹了。在河里面也被淹了，地龙也没了，什么个事儿？不看天气预报，咋整？把轮胎前面挖一点呢，就是轮胎不能挖了吧，巴拉哥，就是它边上是，那边上是水泥岸，水泥地下面是土，有个岸在上面，再巴拉不是更深了？欢迎炸炸，打电话找人帮忙，我没认识的人，巴拉哥。就天成哥哥的3连击粉丝荧光棒，感觉天成哥哥的弱鸡。你说的容易提上去了，两个人还能提一提。
挖后面轮胎，你还想前进啊？哎，算了算了，更深好，翻沟，翻沟里面就沉到深沉沟里去了，只能倒车。喊你的相亲对象啊！嗯，坦哥，谢我大叔的75连击粉丝荧光棒，感谢我大叔。这可咋整？谁跟我最近？快过来救救一下！哎，算了，等会儿车没搞起来，人湿光了，还是等雨停吧。还是等雨停吧。没人叫谁啊？找个大木头来撬。等一下，把抬车屁股往路上一点点，应该可以的。抬车屁股一点点，嗯，主要是它有那个坎儿，其实没坎儿我早就抬动了。就是你看，它有水泥坎儿都卡进去了，边上是岸，下面是土。等一下，等雨停了，待会儿抬没抬上去，身上湿光了。快停吧，雨嘞！那首歌你们听听吧，又打雷了又，搞不了就放着啊，不搞了。上次跟爱丽丝两个人掉到那个坑里面去了，别把车胎搞报废了。上次跟爱丽丝两个人掉那坑里面，两个人抬还好抬。一个人抬不动了，你让车的时候就让别人帮你拔出来，他问车有没有事，那才我说不会是啊，以前让车就让，然后都没事啊，他懒，这次怎么就掉下去了？是下雨了，陷进去了。我看看，也要看看情况。嗯呐，嗯，
今天还是暴雨啊？好吧，好吧。有两个地方都取不了了，别的地方地方我都不知道还能不能取。嗯，我牛叔怎么上我百元榜呢？他什么时候送我礼物的？牛叔早上没来呀。昨晚呢？我天，几点啊？昨晚？牛呢？昨晚送的，多个，没有啊，我没带雨伞。你带雨伞，我早就走了。我也不能淋雨，我昨晚贴了膏药，疼了一晚上。好叫里面一变天就好疼里面。大姨妈也来了，我真的是服了，我真的是。来了就算了，还因为我那个啥吗？不是看病了吗？大姨妈来了不能贴膏药啊，为啥呀？我去虾哥那儿耍，等我病好了就去了啊！现在身调养身体，朵哥还有浪漫一定啊，朵哥。活血，我昨晚一晚上都没睡，我天，我贴个膏药疼死了，我真的服了，我真的是，他妈逼的，他妈逼，那膏药太功效太大了，谢谢朵哥，感谢朵哥。有些东西不能说，他妈的，这是个傻逼，我都知道。疼你不知道拿掉啊？就是我脚里面疼，我才贴膏药的，就贴了之后更那个。谢谢朵哥的永恒钻戒，谢谢朵哥。
感谢朵哥的旅行吧，川川哥哥真是千锤百炼沉水牛。啊，水牛是哪里伤了？半月板吗？韧带拉伤了。肌液，膝盖肌液，韧带损伤。内侧，不是一个有半月板，还有一个侧面内侧什么的，韧带损伤。我麻了，我真的麻了。我车陷进去了，在下雨，我在躲雨，冲过去。我在收地龙啊。我看一下车怎么样啊？嗯，你看，哦，车这样的，看它，切，斜着的，倒进去了，轮胎都被我磨没了，刚刚死打，告诉我个什么事啊？你看，陷进去了，它这上面是个口，是个岸，这个岸陷进去了，屁股也陷进去了。什么事啊？车头弄怎么弄啊？那去武汉的医院看了一辈子的事，我和你以前一样的伤啊，啊，啊，什么伤啊？就是内侧韧带拉伤了。损伤，然后膝盖积水，这车头机把车头抬出来，哇！我去宏伟医院做的核磁共振，那个医生又不在，然后后来问他个什么情况，医生也没说，后来我就走了，他叫我第二天再来，我咋去啊？又不方便去。问题不大，就是下着雨不好搞。我以前年轻的时候，为了给女朋友打车，在雨中淋了半小时啊。我现在是不能把淋雨搞湿，我脚里面一变天就疼里面，然后再不要受暖了，不能潮。大姨妈也来了，这么冷，要爱惜自己了。哥以前喝了吗？阿皮跳水照跳，下雨照淋，现在还是好好爱一下自己吧。以前你以后你一跳可能就旧伤复发啊。啊，现在呢，女朋友成老婆了吗？跑啦。昊天神哥哥哥，以后你一跳就可能就旧伤复发啊，这么严重啊？你这猛用力以后肯定后遗症啊！啊，欢迎糟老头儿。好了，雨小了，哎呀，我也不想等了，我真的不想等，我麻了。我不想等了。但我抬不动。哎，抬不动啊，真的陷进去。
太臭。左边抬一下，加油门啊，电轮胎。加油门，都加了。油门那轮子都磨没了，左边抬一下，加油门。这是左，我抬这边啊，我抬这边吧。好了，对吧？干了，你告到沟里了，不能前进翻车啊！好了，出来了，笨，出来了，我可以坐上去了吧？妈批哟！高兰，这陷的有点深啊，退呀、啊！快点回去退！这个轮子陷的太深了，往后退呀、啊！高兰，那个轮子卡住了，一把油门退。我不能在这，都要把我搞到沟里去。好了吧，退了，其他出不来了。搞就一次性搞上来，这怎么退？朵哥，你真的是，我又刚刚又掉了那道那坑里，太深了，这个你看这个坑很深。朵哥叫我退的吧，在挖坑里放石头。退，你把那个带点东西再往前。
往前再垫，再垫。我让车然后进去的，来回压越陷越深，这要搞个石头了，去捡点石头。哥哥，再捡点石头，太深了。这个要捡小石头垫深，这个不行啊，石头。别把车弄废了。摇人呐、嗯！直播间的哥哥，前面不是有房子？有啊，兵哥哥呀，叫人。兵哥哥在啊，请问一下叫兵哥哥吗？哎呦，已经卡死了，没有用啊，垫个石头试一下，垫个小石头。哎嘿，垃圾桶也打破了，不是我还能干点啥呀？妈妈批哟、哦，不是吧？我丢个石头进去，垃圾桶也砸破了，要死了！嗨，我晕了，我真的是。我试一下，把石头塞进去试一下。开始搞大了，就是，哎，找人。多捡点，就是前轮后轮一起垫，就直接往后面倒，然后后面垫满就行了，它就上来了。这不是汽车，还好，问题不大，对吧？没用的，问题不大，你倒是搞起来。我麻了，我已经看我的陈水牛的，我就信了，起不来。死不死啊你？再不起来，我的天！
好了吧？说明用它抢啊！哇，丢的！哥哥，你看这线的一个档，这就这线的有点深啊！哈，欢迎我窝，你看这么深，你看，我天，来啦！谢谢我九哥的75粒粉丝荧光棒，谢谢。睫毛效果真的好，好个屁！我连个人头都凑不起来，播了两个小时了。喂，一个哥哥，神牛，哎，还想多指挥？哇，好个屁啊！哇，你们帮我把人头凑一凑啦，两个小时了，人头都没有。哥哥们，荧光棒打一打，人头凑一凑。来，收地龙了。谢谢我窝的666，车怎么上来的？搞上来的自己。感谢我窝的10个666，谢谢我窝，谢谢大气。感谢我窝的10个666，这9个的大气，是吧？哥哥们，两个小时了，一个卡都没有收到。哥哥们，有荧光棒的送一送，没有卡牌子的可以卡个牌牌。哥哥们，谢谢。今天没有黄鳝，全都是龙虾。哦，牛牛真男人，来看，爆仓了。小卡拉米，看，都是小卡拉米，这龙虾不痛不痒的。我这里下了几个？5个对吧？2个，搞起来了！280队，这么快。嗯，今天怎么货不少啊？还行吧。我丢嘞！这有黄鳝吗？我丢了！快快快，看一下，兄弟们，我看一下，能瞄进去看一下，好像有个好东西，能进去看吗？牛姐出太阳，你怎么不带防晒的？怎么下雨带防晒的？因为我昨天手全部被割了。我说我手痒吗？不是回来很痒吗？其实不是痒，是疼，里面全都割伤了。带个防，看，丢丢丢，有啥？不是，还有个黄鳝不？不粗，一言难尽呐。带着防护，又没人心疼我。看昨天手，看得出来吧？全割了，疼死了。冷暖自知呗。我不怕太阳晒，但是我怕割的，变出鳞伤的，到处都是伤。这还没昨天货多哎，燕闷哥哥，昨天货多。我好久回洪湖，你是非要受不了了才带啊？对呀、啊，我皮厚啊，我养伤啊。我丢丢，这个。这个龙虾怎么这么小？就这龙虾很小，但是都是红色的，这都是虾苗种吧，跑出来的吧？我怀疑是不是老板的虾苗种跑出来了？你看都这么小，这只能就虾球吃吧？你看太小了。昨天还真不错，搞了3条粗黄鳝。弄点药膏涂一下，好嘞，爷们哥哥，涂啊！几个笼子啦？1、2、3、4，这里好像下了5个吧？9个，还缺6个人头，哥哥们，
头帮忙凑一凑，大哥们，人头帮忙凑一凑，去，谢谢180的大气，又死了吗？去，死了。这是别人下的地笼吧？人家的地笼，他是不是都怎么不取啊？是取了还是没取？看他地笼有货吗？有货的话，没货的话就是取了。有货的话，看一下啊。有货哎，有几个小卡拉尼，哇，哟，大的了。几个龙虾，我天，就这，和你妈妈你都收获你，你也翻译啊，我都看不上，我天，我胖头鱼给水牛看他们钻石粉丝啊，我要泪奔了，胖头鱼哥哥，我要哭了。水牛户外你一定要保障的，你户外一定要有保障，有份保险最好啊！哎呀，谢谢昊天神官哥哥的旅行包，哎，我要哭了，感谢我陈水牛啊！哎呀，除了你们还是你们，你说我要不要哭啊？嗯。我拉个四好不好？谢谢我胖头鱼哥哥开通的钻石粉丝，感谢我沉水牛的阳光大飞机，谢谢昊天神官哥哥，昊天哥哥的，有没有新哥哥给水牛卡个牌子的呀？我哥哥们太难了的，胖头鱼哥哥，好好说话。谢我英俊四哥哥的105连体粉丝荧光棒。要泪目了，真的要泪目了，真的真的要泪目。泪目泪目呀，有啊，真的牛啊，又感谢我啊的童趣直升机啊啊啊耶，火天的牛啊，欢迎大明雷震友哥哥，谢谢我啊，大气大气，昊天哥，我的牌子你还在不？昊天哥哥，牌牌掉了能开卡上吧？你啊个毛线啊！哟，感谢我纯水牛啊啊，你真帅啊！啊哎哎哎，你怎么跑了？我不过来，真的没了。我进去吧你。昨天也是一条跑了。动了别动啊！我去拿桶。我还以为是辣条啊，像吧？要吧。辣条儿，辣条儿，这样辣条儿，这么小的辣条儿，这是辣条儿啊，这是辣条的第二声啊。太软了，我真受不了。
死你！长头鱼哥哥呀，沉水牛啊！哥哥呀，发财了！我操，出来了吗？希望其中有一条是带纹身的。希望你的希望能成功。出来了，哥哥，出来了。出来了，你看兄弟们这一道包，这包可以吧？一包一层，就是小了点儿不？还小，对，这个龙虾可能很。我昨天买龙虾还28块啊，28块钱一斤啊，这么贵。朵哥，你跟我说，我给你寄个10-20斤过来，是不是？不要钱，免费吃。我天，我还可以给你烧好。真贵，还要28块钱吗？这里5块钱一斤，朵哥。哎呀，朵哥，你这搞大了，亏大了呀！我这是5块钱，老的呀，老的也只要5块，什么老的不姜的辣的，通通只要5块。那也那么贵。主播再不用，哎，不知道享受。哎，不问你们，我们劲儿就这么贵。你们那不是吃海鲜的吗？吃什么龙虾？走吧，你回去，你回去。还有没说的吗？有啊，还有2个被大河淹了，等会儿去大河里找一下，看活水退了没。河里涨水了，不敢去，等会儿踩了。嗯，你们那儿大城市贵点也正常，因为杭州嘛，贵点正常。浙江对吧？贵个1倍啊2倍是正常，理解啊。好吃又不贵，还少了一个龙虾。水牛，这种虾好像是清水虾，当然是清水虾了。清水虾50-60块钱一斤呢，这虾。嗯，还有个笼子，你找不到了呢。这都是别人的。是放屁？什么放屁啊？清水虾、河虾50-60，对啊。莫非你30就买到了？这谁呀？下的地龙下的这么有水平？清水龙虾，哦，好吧。
我跟你说河虾呢，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都好好，就是屁股干着很香，那什么区别吗？没什么区别啊，烧的好吃就好吃。不散了啊，雨停了，我在找我的地笼，哎，还有一个地笼的，这里下了五个，这里看到都是别人的地笼，别人这里下了三个，哎，谁帮我买人头了？我天呀，谁呀？我的天呀，谁要帮我买人头？帮我买点百元榜呗，哥。哪位大哥再帮我买点儿？哥，买点百元榜呗，百元榜凑齐。哥哥，哪位好大哥？谢谢你了，哥。哥呢？哥听到沈娘的话了吗？哥，哦，他刺我了。哥怎么不说话了？下是容易下，找是真的难找。这人头买的没用啊。笑死我了，不要绑架大哥啊，这哪里绑架大哥了，这怎么叫绑架大哥啊，我又没点名道姓，我又没干啥，不存在绑架的是吧。真的是我丢嘞，你看这一个牛姐绑架你啊，你看真好看，看没有，我从不绑架我家哥哥，说实话，刚刚哥哥送我开蛋粉，我都泪目了，是不是？真的要哭了，真的要哭了，就是又高兴又一种莫名的心酸。嗯，这个泥鳅，我靠，这泥鳅被龙虾分尸了，这龙虾真的是狠啊！这泥鳅被龙虾五马分尸了，太可怜了。龙虾真的是夹里夹死人，真的是你夹死人，把人给夹死了，被五马分尸了，夹死了他。你看，这都是别人的地笼，到处都是。他没取吗？估计今天下雨，人家没来取。你看，就是年轻人下的，懒货，都不来取。这么多格子，为什么就？因为龙虾它会往上爬呀，它要呼吸啊，它闷死了，它在这底下，它往上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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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透气啊要。我居然拿十下十点小时榜第二名，我的天呐，大哥们！那也就是说，九点是一个卡都收不到，九点到十点一个卡收不到，十点能拿个小时榜是吧？坏谷粒子的都是都啊，浪叔好，浪叔啊，
太牛了，谢谢哥哥们大哥们，牛的，谢谢我胖的鱼哥哥，感谢陈水牛啊，谢谢哥哥们。它在笼子里面它也会动啊，它会到处那个什么来的。看这一道包一桶了马上。大半桶了兄弟们。够吃了，这一碗可以，这个搞个龙虾面，嗯，做个虾球吧，谁吃啊？有没有吃的？手机怎么自己唱起歌来了，吓我一跳。满了，走吧。他一个篓子是昨天掉的，二大的，下次再来说。走吧。虽然挺多的，对，就是小了一点，但是做虾球还可以吧，小的话，虽然不大。我的天天被人偷啊！啊，我都不偷人家了，这地笼到处都是，看看就好。年轻人要讲武德是吧？你就守在那儿，谁偷了？坐啊，坐啊，给谁寄过去啊？给我爸爸吗？昨天龙虾了，丈母娘拿走了。今日龙虾做给谁啊？爸爸，爸爸没吃过我的呢。今日不做了，不想做了，明天做还可以。谢谢山火哥哥的大金卡，感谢我山火哥哥，谢谢我山火哥哥，谢谢谢谢大气，谢谢山火哥哥的再一发大金卡，谢谢好哥哥，牛呀！谢谢六七零五幺，耶！感谢六七零幺五五九四四二哥哥的大金卡，好。雨后天晴了。那山那水那人那美女陈水牛一哥，再一见一哥都三十几了，一哥好，一哥看那雨，谢谢大气，确实哥哥好，哥哥大气，谢谢你哦，天天送我礼物，昨天也送了，谢谢支持，哥哥可以多聊聊天的，哥哥陈牛这里虽然人不多，没有那么别的直播间那么活跃，但是我们直播间哥哥都很好的，祝。对，可以一起聊聊天干嘛的，多聊聊就熟了嘛，可能你觉得不太熟插不上嘴，主播也很能开玩笑的。
走，去下一个地方。大气儿吧，铃声大气。朵哥，你是不是快三十级了，朵哥？朵哥赞粉真持久。还早，他三十啊，三十还早吗？早呢，二十九到三十级这么难升吗？一万好几，记得加一级啊，一万好几啊，加大力多，一万五，还要一万五啊，是一万五亲密度还是一万五？好像一万八，一万八升一级啊，是一万八千块钱，是一万八经验值啊。好吧，人民币，好吧，我下一个紫牌会是谁呀？我下一个紫牌会是谁？吹牛逼啊，会是你吗？家里农枪多少钱？没问哎，不会是我，我没问，不贵吧？20块钱左右的样子。我想一下啊，这里五个，那里两个，七个。我啥时候再去骚哥基地啊？等我脚养好了吧。因为我有膝盖积水，然后韧带，内侧韧带损伤，内侧副韧带损伤，那等吧，等我脚养好了。看春润哥哥，胖的鱼哥哥好，会疼，每天里面真的能疼，就是那种痛。那儿，春牛那儿。这是什么呀？珍珠贝是什么呀？哪来的？哎，这是牛那的1000一连击珍珠贝六连击，谢谢我默默乔哥哥的六连击镇妖伞，大气！珍珠贝是什么啊，哥？从来没有见过，第一次见。感谢我默默乔哥哥的镇妖伞，遮阳伞，谢谢，大气。这水，这边上我应该可以走吧？地龙摸得到不？5毛钱一个，谢谢我那儿，这花钱买的是吗？我天哪，谢谢，这能下去吗？走毛线啊？不去啊？我怕它淹死，摸不到也估计看不到了嘛，因为算了吧，那就在下午能再见吧，那就这样吧。你看这估计搞不到了。欢迎大名鼎鼎的阵容，这下去干嘛？两个地龙呢，那货都淹死了，估计泡死了，算了吧，那就不去。这个那儿也是个那儿，送了礼物就跑，话也不说，每次都这样。黄冈继续暴雨。那两天喝水暴涨，那
像是不是像甲鱼哈？甲鱼不好吃。还留我要二瓢。现在正好是黄梅季，梅雨季节啊。昨天开始的，是天天下雨。欢迎恒宝宝，上好人。这搞个大猪啊，在钢材桥上揽鱼，美滋滋啊！大猪啊，太高了，咋拦啊？那个桥那么高。可以搞个丝网吧，我有丝网。其实那一头拉到那一头，拉个丝网还是可以。我喜欢看丝网去那个河里面下鱼啊。有水你才丝网。谢谢我狼人宝宝，好杀好人哥哥的2年级盛典通行证，真好看。欢迎我 C 宝儿，谢谢。地龙，滚地龙，滚地龙，滚地龙。火山上我哥哥刚刚搞了好多鱼货、虾货，早上车先进去了，搞半天又下雨。欢迎花花，烟火哥哥好。绿色真的是就是看起来舒服。有没有泛白？哦对，哥哥说太白了，等我一下啊，我把美白关一下。当当当当，哎，我把美白关了，那我很黑，你们适应得了吧？你看啊，这样子你们摄这样的我，你们摄得了吗？是不是？你们受得了吗？喂，看看这种肤色你们受得了吗？哥，哥，没人说话，我操！哥，哇，还要白的好还是黑的好？快说！如果是黑的好，我就以后就黑的；如果白的好，我就白的。谢谢狼人宝宝很伤人哥哥的1260年级珍珠贝，谢谢，谢谢我宝宝。欢迎山河1680，如心追梦哥哥好。这是哪里搞的？不知道啊。大姐，给点建议啊，要黑色还是白色呀？我要调整啊，到底美白开不开啊？哥哥，牛，哎，火山火哥哥，黑炭黑炭黑炭，烟火哥哥是这个颜色好还是白一点好？白点好看点对吧？其实水牛不算黑啊，黑我在女孩子中算黑，我比男人还黑。你去洪湖没有一个比我黑的。比肖哥还黑，我比肖哥还黑啊！谢谢小人柔情似水小人物哥哥的关注。好啦，这里有个地龙，我天，这水直接涨满了！我的妈耶，都涨浮了！我的地龙还在吧？老园子比你还黑啊，就是。没有啊，他比我白多了。真的，我见个袁妹妹啊。如果说我不晒比真皮肤的话，就是我没有晒啊，晒了4年，那我是皮肤比她白。但是如果现在这个色度来换，我比她黑多了。
肤色问题啊。就这个，等一下，你们那儿等我，我去取一下。这水好深。我靠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吓我一跳！这什么啊，哥们，这么长？这什么啊，这么长？酸粉没了！啊，好姑娘白，怎么钻粉没了？那个才白，榆树酒才是白。还可以续费的，有三天好像。我天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，兄弟们？有哥哥知道的不？咦，纹身哥啊！啊，哟，奇怪的东西。你们知道这是什么？水牛父母都白，肯定白的，都是太阳晒的。淡然，我晒了四年嘛。晒了四年，特别是徒步西藏的时候，那是真的晒得好狠，牌子都没了，快抽，快卡上，哥，再动这个，这个是那个兄弟们，应该是蚂蟥，兄弟们，铁线虫啊，应该是蚂蟥啊，蚂蟥，应该是蚂蟥，蚂蟥应该是，打一下就知道了，搞个棍子戳它两下，不是辣条。那天速度没这么慢，蚂蟥啊，蚂蟥应该是，拿个棍子来戳它。蚂蟥这么长啊，就是蚂蟥。等我一下，拿棍子。不是钻粉不能删吗？可以。蚂蟥有这么长？有吧？长起来了，都是骗人的。在那土里去了，有点肉麻呀，这个东西。哟，啊！哦，啊，我麻了，我真的人麻了。麻雀哥，我取地龙了。不，这不是蚯蚓，蚯蚓是蚯蚓啊，这绝对不是蚯蚓，它的色背特别像蚂蟥。但我这儿在放炮，有人上山了。啊，我真的是，我有点受不了了，我天哪！
比地龙比脸还干净哦。太困了，我真的是醉了，还好没穿袜子。你看我噻。取了，怎么比脸还干净，啥也没有。一个东西都没有啊。这真的比脸还干净。吃鸡可以生吞一只，在马来西亚发现的上过有青吻，可以生吃啊。那应该是他们的养殖的蚂蟥，肯定不是本地品种啊。最长的 1.5 马来西亚蚂蟥啊， 1.5 米。你假户外，我跟你说，我就是我把一个东西弄死了，就是弄断了，我就受不了，特别是一个软体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我心都揪起来了。哎，那个是蚂蟥，前面有吸盘，两个脚，就是这个不是人工养的，人工养的蚂蟥也不是这样子，外来物种入侵啊。还有一种植物，它跟树叶一样的，但是它是虫，断了不会死的。它刚刚又跑了，确实没死啊。我刚过去，它又跑了，不没死，还继续往前爬。这种玩意儿生命力极强，它会钻到人的肉里面去的，它会钻到人肉里面去，然后出也出，拔也拔不出来，你拔的话就会拔断。我没有出国旅游啊，欢迎琉璃哥哥。哦吼，我地龙全毁了，这一个也取不到了，这水很深。哦吼，损失三个地龙了。这个我没绑的，肯定要冲走了。这个，我操！你们看那水里面一个大南瓜，居然没不会被泡肿吗？兄弟们，这个大南瓜，你们说会不会被泡肿啊？你看，你们看，昨天看一个主播去泰国泰囧村，碰上屎了，吓得他半死。你看这个南瓜，兄弟们，在水里面，好大一个，这借回去，这都是啊！你看人家南瓜长得多好，你看，全都是。哇，它的南瓜长这么多啊！它长得真好，我天！你看，看，啊，这个地龙也取不了了，大哥们，你的戒啊，你不要。被打，不过好像那个藤是断了，你看那个兜上面没有了，那个已经断了，那个好像已经断了，我是可以抱回去，它断了，兄弟们，你看它没藤了，它长在上面的断了，大哥们抱不抱，兄弟们，去看看。你看，你看，都烂掉了呀！对，都没灯了，啥也没有。你看，看到没有？是吧？这是个孤种，小心点，别掉下去了。借不借，兄弟们？烂了，是吧？有屁用啊！为啥没用啊，琉璃哥？我地龙下在那里的，估计没绑的那个地龙，不知道冲走没有，就在那儿，冲也冲不走，对。里面烂了，底下藏着纹身，烂了，对，
这怎么下去啊？去看看吧，要不你们在这等我，我去摸摸看看。快点去摸一下，不摘人家的，这是地上捡的，可不一样。去看不啊，哥哥们，干正事啊。这水应该有点深，不去了，等会儿。正事就是收龙虾。这深不？有，还应该有一点吧，还行吧，应该。我串看啊，我下去看一看。放这儿，我去看一看。我看一下。我被把人家盆踩了。深桶子要进水，这踩边上桶子都到半中央了。深，欢迎痞子哥。痞子哥好，勇敢扭扭不怕困难向前冲。不要，不会游泳，不会游泳的别看水浅。呛死了，直接呛死，嘎啦一次。啊，水，我地龙怎么在水上面来了？我丢嘞！我地龙怎么冲上来了？哇天，兄弟们，这塘的水都扑了。牛牛的地牢水都扑了，我也是醉了。棉兰，你居然不会游泳？不会，我天，这塔林的水都满了，都扑上来了。我天哪，有鱼有鱼，我天，人家的菜全淹了。不是吧，一般小时候不是都在河里玩的，但是我就是不会，很奇怪。这水降了，到处都是鱼啊。怎么说，水降了到处是鱼，为啥？尤其是花生没了，人家的花生。我的天儿啊。不是吧。我想一下，我在这里下了几个。这边一个。那里。我下了五个、七个，这边有四个，这里下了一个，然后那里一个、两个，塘里有一个。我下了两个，在塘里面都是空圈，好奇怪啊！就是毛子都没。妈呀！算了，拿这个回去了。欢迎团团七五七，没有大鱼啊，兄弟们！你看地龙的空军，你看这塘的水涨的，我天啊，路都淹了。还你看，涨了半桶。你不会游泳啊？什么时候去游泳？把游泳学会啊！哥哥们，怎么把游泳学会啊？这是保命的呀。哎，好的。这有鱼吗？要摸个甲鱼出来。好好。怎么简单？学不会。最好是学一下。
靠培训班学吗？等下车开不走了，还这样子的。电瓶进水了。哦，我把这个取了，这里还有一个。啊，底深不深啊？我操！裤子全湿光了。不取了吗？过不去，算了，湿光了，算了，回家吧，太热了。这，算了。走吧。带什么钩子啊，华哥？我天啊，呀！哎，怎么看？给你们看，我前面在冲击啊，这是飙车，淌水。完了，好像叫声都不对了，是有点不对了，好像是有点变声音了，还这么样子的。狼狈的一天，真的是呀呀，沉水牛呀呀。怎么样？
么样能让你们看到蛋花呀？这样子。冲啊！哎，发洪水了呀！呀啊！啊！我地龙一个两个，损失了四个了，损失了四个地龙哎！今天损失惨重，损失重，真重。扭扭脚上好了就花回。哦，好嘞，那得赶紧回去，挺危险。看亲亲老公，回去了，身上都湿透了，还不回去，都泡肿了，你看了。操，湿完了，不能这样泡着，我还有，我走了，回家了。你们这还在下大雨，我们这里没有下雨。我下了，早上下了。呀，别嫁，只有三鱼翅，我就想叫叫你们，我叫你你很慌吗？欢迎多烟大哥，我就想叫叫你，叫一叫，叫一叫。你三鱼吃，你都要捡干净啊！谢谢我呀的粉丝荧光棒，清空，出了一个穿人来信，赚了没有啊？大吉大吉大吉，加油！清空撤。八哥，就八哥的90年去粉星光棒，昨天我的过期了，什么东西过期了？我在湖北黄冈呢，下课不听。回家了，老公。
全湿光，回去换个衣服，我想回去洗个澡哎。说真有点问题，叫声都不一样了，叫的不对了，他怎么这样子叫啊？技术，喇叭进水啊！哦，是昨天赛龙舟还是今天啊？赛龙舟好不好玩啊？我都没玩过。端午节赛龙舟，昨天好不好玩呢？赛龙舟没见过。跟你啥关系啊？富婆，你家龙虾单数，龙虾素单双下注了，可以啊，八哥，我来看一个，你要抱富婆大腿吗，老公？我来看，龙虾单数下双，怎么玩啊？八哥，你猜单双，猜对了呢。猜对了怎么说？猜错了呢？八哥，你猜对了，我送你个什么？你猜错了，送我个什么？八哥，对吧？我要单一个飞机，好啊。如果不双呢？还谁压的吗？你要单一个飞机是吧？好。是双的话，你今天的中饭我包了，就是是我输了的话，我请你吃中饭，可以吧，八哥？好说，八哥就这样决定了。还有没有压的？就是你压单一个飞机，压单一个飞机，没懂八哥的意思。
松仔，松仔不在吧？松仔在。这个毛衣是怎么玩的呀？松仔早上都送我两个了。还有没有玩的呀？换个鞋子。没人要就算了，你要玩随便啊。有啊，松仔玩，我换个裤子。皱着不行，大姨妈来了，我换个裤子。我头生病了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换个裤子。屁股都湿光了。花哥，还玩不玩？完了，我给你数一数，等我一下。你换个裤子，换个裤子，全屁股全湿了。你看，真湿了。嗯，全都是水，你看。哟。来了，八哥，一个单一个飞机是吗？啊，单飞机，等我一下啊。可以留着了，马上端午节，丈母娘回来吃。单双单双单双
双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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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双双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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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双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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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画个单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是个头没有。单呐、啊，单呐、啊，是个单呐、啊。欢迎芝墨哥哥，单单单。八哥，哎嘿，我八哥人呢？跑了。我走了，我今天提前下班了。哥哥，我今天提前下班，我走了，我洗澡去了。我来大姨妈了，我内裤都是湿的。我走了，我洗澡洗头去了。有在的吗？没有在的吗？好吧，没有一个在的。有没有在的呀？有没有在的？都没有人回我话。哥哥，有人吗？不知道。哎呀，我难受，我走了。真难受，哎呦，喉咙的皇上呀！架啥？我说我下播了，我不舒服。哪哪哪都疼，嗯，腿也疼，眼睛也不舒服。大姨妈又来了，大姨妈也疼，甚至屁股都湿光了。我想去洗澡洗头了。哦，再见。嗯，我裤衩来了，裤衩你这骑士真好看，就裤衩的紫水晶卡，胖头鱼哥哥好，正能量哥哥好，这会被死的啦！我天，这皇上给你泡死了！啊，你没死吧？我这还想寄出去的呢，啊！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把你放这里。这么粗的一个头，这头是真大。有一个皇上的头好粗大呀，他头特别的大。一点点水就可以，对吧？骑士好看啊，送你一个。骑士好看，好看，真好看。欢迎我猫猫，好看呀。
我天，我鸭开通骑士了，感谢我鸭开通的骑士呀，谢谢我沉水牛呀，太帅了吧，你怎么这么帅呀，嗯呀呀呀呀，谢谢我沉呀，我有点皮，我有点，我的脸不好意思对过来，我那个什么来着，我嗓子有哑了，我牙科到期了，我不认识我脸，感谢你好吗，我那个啥，我今天人有点不舒服，你嗓子什么时候不哑，哦对，每天都哑，今天哑的有点厉害，不知道为啥，我昨晚贴了膏药，然后好疼，一晚上也没怎么睡好，状态不好就休息了，啊，我要去洗澡了，真的都湿光了，真的内裤都湿，我走了，再见，我也去看，拜拜，猫猫，晚一点见，燕梦哥哥。胖头鱼哥哥，280，哥哥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拜拜，晚一点见，好哥哥们，拜拜。哦呀，我走了呀，要吧。嗯，那拜拜，拜拜，哎呦，See you啦啦，哎，为什么我没看到？哦，看到了，走啦。我人不舒服，我就先下了，我晚上再来可以好吧，我我走了，真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